吃饭是人生头等大事。别动摇了，公公啊，吹点嘛，这动摇都是你呀。阿母啊，等都吹十号个啊，啊，你就要吃了，我穿了一直吹了。他最近很想喊人吃饭，吃点饭一碗啊，你好到爱心食堂里吃个。那哎呀，你个吃二碗啊？哎，我吃二碗啊，吃老酒。赶紧，他就喝啥？嗯，你叫二碗就赶紧吃。你看你还不吃，我不得娘肚子口吃口了。他为每顿饭精打细算。你说女人嘛，对了。建勇啊，你跟女人再称几口，尽量啊。我要记账一个啊，300块。他想换一个吃饭的人情。你叫来跟俺爱心食堂好吃个。然后我这边谢谢哥，那边就讲用我，那买个好啊，要么是钱，要么给食堂的妈妈掉好啊，不是没事谁个没事谁个。他想换种感谢方式。娘，你把一只鸡，或者说明天要那个抓5个大猪，我看也可以卖了。还有人在考虑要不要加个菜。他们期待一场隆重的宴席，大家抓紧时间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或者只想选一个自己喜欢的。小朋友需要哪个蛋糕呀？他是晚辈，但有时候也是老人的家长。你好的你这冻死要吃牛肉。他算好了每一笔账，让老人吃得更宽心。他从受益者成为了奉献者，我们完美啊，将爱一直传递。对待吃饭这件事，他们总想为老人留一份。从饮食到文化，五福临门，暖胃暖心。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。他的快乐就是让爷爷奶奶感受到快乐。有没有哭？诸暨目前已建成爱心食堂169家，覆盖245个村社，累计收到各类定向捐赠2140余万元，招募志愿者3600余名，创新共享五福助老服务，惠及全市10000名老人。艺术一饭，总牵人心。三餐四季，皆是温情。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。